请你啊，请你再见。谢谢。来，名片给你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啊。嘿。好多箱。要放地下室吗？好，不是，要拿上去。啊。吃饭了吗？吃了吗？还没有啊。是啊，超重，差不多要一万，我看一万块。假如知道啊，我叫多个朋友啊，机票也是一万出。
二姐。啊。你好。今天你要。不是不是，要。要送一个东西给我们，手电筒。手电筒。对啊，你不是有送一个给我们？哦，是吗？对啊。手电筒。我都忘记了哪一种啊？那个可以准的螺丝锁，还有电灯。是以前的啊，是不是已经很久了？哦，不好意思。可能是以前很久送。哦。送给我们那个护理。哦。他跟我讲你送我。是啊，都忘记，因为有些东西都是在展览会啊。好好，展览啊，他们给免费的，对，要带回去马来西亚。啊，今天就要走了。啊，明天早上。哦，好好，要等哪时候再来？可能好像上次十二月啊，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三有没有麻烦哦，对，忘记钥匙。我帮你开了，你等一下再。我一下子就要出去了。好好，那吃了吗？是，再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就要出去吃。那你那个女朋友还在吗？她搬去嘉义。哦，那要找她就好。是好朋友啊。好朋友。她已经我看要结婚了。是好，因为我在这里认识他好久啊，所以跟他几位朋友啊，是他比较他会讲英文，所以比他更熟。比较好。啊，对。好，谢谢。好。那你不结婚啊？我慢点。我赚我的钱，我要去旅行啊，好多个月赚了钱好多个月。上次我不是跟你讲了，这个就是你看我现在有两个啊，现在去看风景、旅行、看秋啊，要拍啊，变成很简单了。这个可能有机会赚到好多钱，已经测试好了。好，祝福你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